Dale.叫我喽。哦，可以喽。我不是拍吧，我是录像哦，是吗？跟着你转喽。这我给你了。那你给了。加吗？还差你。来来来来来，一个小时一千块。那老公也没要给。一百年前那个法国佬真的不想笑。我们住那个小城镇，以前在河北也是这种街的，以前中国人是这样的房子。还可以包着吃，以前我们小的时候。等下我们那个时间，我们买一点海鲜回去。就是这个，就是开始了吗？还没，现在还没有。你要看这个绿色的就还没。啊，就是你到了这个北京啊，你不登长城了，好像是这个北京。上次都免费。